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学生在天安门前，这是抗议多天，未来属于少年，为明天泪水连连。那些共同的理想，那些热血与迷惘，在临别的大街，少年望着我说。所以说呢，只要这些亡灵一天得不到安慰，六四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啊，只要我还活着，那么我就一天就会做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事情。我还答应只是我在忍耐。世上没有天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你问我为何要奋不顾身，我回答因为这是我责任。他少面对山天，他却少面对训诫。他们颁奖盖记，我们却未曾忘记。全民反共，反抗的道路上，妈逼我连死都不怕。我怕你共产党吗？天亮那天，我们笑着一起说。世上没有天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你问我为何要奋不顾身，我回答因为这是我责任。世上没有天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你问我为何要奋不顾身，我回答因为这是我责任。世上没有天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你问我为何要奋不顾身，我回答因为这是我责任。世上没有天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你问我为何要奋不顾身，我回答因为这是我责任。